我最近有一客户特别奇葩，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客户呢。 他叫 Jenny 啊，他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作为普通的投资人有什么可以值得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那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买投资房真的可以让你发财吗？那么希望看完这个视频呢，你可以得到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你好，我是罗帅，带你用买家视角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那么最近呢，是因为和一个客户聊天，所以了解到他的一个故事以后呢，真的是当时让我特别的无语啊。因为当 Jenny 来找到我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购买了十六套房产了，所以我当时就特。 特别的纳闷儿，就是你来找我干嘛，对吧？你手上的房地产比我还多，我说那你继续自己买就好了呀，你干嘛找我买呢？哎，但是杰尼说，哎不对吧？我之前是不知道有买家代理这个服务，所以呢自己也确实里面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呢这一次来找你买，就是希望哎我不用烦这些事儿了啊，这些事情我大概也都知道怎么做，对吧？但是呢。 我这里面也是有做的成功的，有做的不成功的。那么现在既然有专业人士去做这个事情，对吧？那我就不用烦了，我自己专注在自己的生意上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因此呢，我就决定答应帮他去购买下一套房产啊，是买到他的这个养老金里面的。然后就有一次机会呢，我就跟他聊天，了解到他是怎么去买房，怎么去开始的。当我跟他聊完了以后呢，我才知道他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零开始，对吧？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去买一些楼花呀，等等这些。 房子可能也在里面亏了些钱，或者不挣钱等等的。因为当时他买的比较早啊，是二十年前就开始来澳洲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做的比较早。但是整个过程呢，也是有成功有失败。那跟他聊完天了以后呢，他也说了哈、啊，其实有些的人这辈子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通过房地产发财的。所以跟他聊完天以后呢，我是总结了这七类人可能在房地产里面是发不了财的。真是太让我失望。 那么也希望你呢，不要成为这七类人中的一个。那首先第一类人呢，就是自己没有太多的主见，喜欢看这种报纸头条，喜欢随大溜的这些人。因为其实蛮多的这个中产阶级，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平时接触到的人。 可能每个人拥有的房产的数量其实就是很有限的，可能除了自住房以后呢，顶多再有一到两套投资房，甚至有的时候呢，这一到两套投资房还是因为自己之前的自住房遗留下来的，对吧？就是当他升级自住房的时候呢，之前老的自住房就自动变成了投资房，而从来没有主动的去思考一下如何的去投资，甚至他在升级自住房的过程之中，他的所有的贷款都是在他的自住房名下的，虽然有个投资房放在那里，即使投资房里面有贷款，可能这些贷款呢都不能用来抵税的。然后有些人呢，就是在投资的时候呢，确实是。 他不仅没有主见，而且就是他会很容易受到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干扰，或者身边家人的干扰。他并不是清晰的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去投资，我投资房的目的是为什么？你。 觉得将来靠吃政府的养老金就够了，或者靠你自己的这个 super 就够了，那么你确实不需要投资。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讲的话呢，养老金里面那些钱是根本不够养老的。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六十五岁退休啊，那么现在已经延长到六十七岁，将来可能是七十岁退休。但是澳洲现在人均的寿命呢是八十三岁多了。等到我们六七十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均寿命可能九十岁都有可能了。所以就是当你到了七十岁退休的时候呢，一直到我们入土哈、啊，那可能还有十几二十年，甚至有些可能活得更长的时间。而那个。 这时候的物价、通货膨胀，对吧？以及你没事的时候，你总不能老是待在家里，对吧？你上班的时候呢，你是不花钱的，但是你不上班的时候，可能花的钱更多，对不对？那个时候你拿什么花钱呢？所以很多人呢，在投资的时候呢，不会去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以及不会去问。OK，很多人说这个地方好或者不好，为什么呢？有没有去做一些研究？可能只是大家一说啊就信了。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可能。 比较随大溜、没有主见，就看报纸头条去做决定的，那么这些人呢，可能是在买投资房的过程中最容易吃亏的一类，最不容易赚到钱的一类，基本上呢就是我们俗称的炮灰。因此呢，在买房的时候呢，有自己的一个主见，然后呢是能够认真的把这件事情长期的执行下去，不要受到旁边的干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类人可能不太容易在房地产里面发财的呢，就是。 喜欢只看周边的自己熟悉的这么几个区的人，他只敢买自己熟悉的区，他不敢跨出这个圈子。但是你我们要知道哈、啊，就是你熟悉的圈子，对于另外的一个地方的人来讲，他不熟悉，那么这个地方他就不值得投资了吗？ 并不代表这样，对不对？那么你既然觉得你住的这个地方非常值得投资，那么在其他一个很远的地方，当地人他可能也会觉得他当地的房子值得投资。那么到底谁才是正确的呢？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能说只是去看自己身边熟悉的地方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经常也会被一些这个小伙伴问到，就是、说：“哎，帅，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你对这个地方熟不熟啊？” 其实我说我熟不熟不重要，我想对一个地方熟悉的话呢，我很容易就能熟悉。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在这个地方特别的熟悉，但是他可能只是知道这个地区哦哪条街道。 有什么好吃的？哪些街道有什么好玩的？但是对于这个街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逻辑的变化，这个地方的人口结构是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地方的空置率的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地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人士在这里面居住，将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当地的这些人可能并没有我知道，所以你所谓的熟悉的地方，可能只是熟悉这个邻居而已，可能只是熟悉这条街道的好吃的地方而已，可能只是熟悉这个地方的街名而已，你并不是对这个区。 背后的底层逻辑真正的熟悉，而我说的那个 Jenny 呢，他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他当时呢人是在悉尼的，在悉尼买了一些这个房产，后来呢是觉得布里斯班那边的房子好，但是当时呢他也不知道有买家代理这个行业啊，所以当时他要买房，他做了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他居然举家搬迁到了昆士兰。Oh, no. 然后就把那套房子呢当做他的自住房来买。那当然，这个其实跟我买房的理念是非常的吻合的。其实我买房的时候呢，我经常跟我的客户讲，我们买的投资房其实就是当地人的刚需的房产，很有可能就是当地人喜欢的自住房。所以呢，他就是把自己作为下一个买家、自住买家去买房子啊，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居住，然后买那个地方的房子。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呢，也买了好几套。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当时就认识我，你把钱给我帮你去做，对吧？你连搬家费都省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搬一次家。 这个东西的整个损耗其实是非常大的，没个大几万块钱你根本搞不定，还不如把这钱给我呢，帮你去买房，获得的效果更好，而且你还可以住到自己喜欢的地方，你还不用烦这个事情。当然，这个只是开玩笑。就当他搬虾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这个行业，特别胆小谨慎的这类人啊，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犹犹豫豫，一直不太敢下决定，因为这个我也是确实见过。就是像我有时候跟一些客户咨询的时候呢，我能感觉到这个客户他的其他的条件全部都是准备好的，他的贷款也没问题，他的工作收入也没问题，他的风险。 各个方面的抗打击能力也是够的，唯一这个东西我觉得有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OK，并不是说他的大脑有问题啊，而只是说他的这个思想、他的思维、他的 mindset 还没有准备好。毕竟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是对将来的预期的一个肯定，是我们会买预期的一个涨幅。那么对于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实际上是没有人能够说得准的。所以呢，这里面总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的。所以有些的小伙伴呢，就会在这里面呢，就是畏手畏脚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或者呢，就是不敢下这样的决定，因为他一旦下了这个决定，那么他就知道说，哦，我就错失了其他的一些机会，一些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呢，在这里面就犹犹豫豫，一直不敢往前去走。因此呢，我也见过有些小伙伴哈，三年前问他，哎、呃，要不要买房？要要要要，哎呀，我再想想，哎呀，我现在还有点其他事情我没有搞定，哎呀，我犹豫，哎呀，我纠结。 结果纠结了好几年，房价已经涨了好几轮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开始行动。当然，如果在这里面你只是因为没有信心，对吧？你需要有个专业人士帮你去给你更大的信心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好吗？但是如果说很多的小伙伴，我跟他聊下来以后呢，他并不是这样，他政策就是因为自己里面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他总是有那么一点点害怕去做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策。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作为华人的移民，对吧？我们怎么选择一个地区？我们怎么选择一个城市？你会知道你这个地方过得一定很好吗？ 你一定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的，但是你对自己有一定的信心，你确定你自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成。当你选择伴侣的时候，你知道你会跟他幸福的过一辈子的吗？你也不知道的。你的那个时候呢，也可能只是上头，对不对？然后你去做这样一个决定。所以在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我们需要去承担的。那么投资本身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乐观并且谨慎。那么谨慎的这个同时呢，是我们要去做一个决定。 然后再去谨慎的去防止里面出现了一些坏的情况，而不是说谨慎到不敢做决定，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那像 Jenny，他做的这么成功，我发现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一旦决定做一个事情，他会咔咔咔咔咔把他们全部做掉。那在这里面呢，他确实也是犯了一些错误，买了一些不该买的房产，但是整体来讲，他现在结果是非常棒的。这个呢，我觉得才是一个成功的人应该有的素质啊，就是谨慎的思考，并且快速的做决定，而不是快速的思考，然后谨慎不敢做决定。 然后第四类人就是在房地产里面可能很难赚到钱的呢，就是那些在房地产里面。 不断的去找寻所谓的最低点去捡漏的这些人，说白了呢，就是希望择时，就是选择一个所谓的市场的最低点入市，然后在最高点的抛售。因为当我们去看澳洲的房地产的这个所谓的最低点的时候呢，实际上没有人知道现在是最低点，或者说什么时候将来的某个点是最低点的。我们只有回看过去的时候才知道说，哦，那个时候是最低点，但是当时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没有人感觉那个时候是最低点。 都会觉得后面还有空间，因为很多的数据呢都是后知后觉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搞清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择时，我们不要去选择一个所谓的呃 timing 去买，而是我们要去在这个市场里面待足够多的时间，不是 timing the market，而是 time in the market。然后第五类人呢，就是在买房的时候不容易赚到钱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完美主义的人，就是他要他的房子又好，对吧？然后离市区还要近。 然后还得大，还得新，还得漂亮，同时呢，价格还得便宜。满足这些所有的条件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房子根本买不到。所以这个我就不去说了哈，因为其实真的就是在买房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没有所谓的百分之百完美的房子，但是每一个房子呢，它都有它对应的一个内在的价值。只需要我们买的时候呢，用正确的价格去买了这个房子。 OK，这样的房子呢，从长期来讲，它都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那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供应关系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哈。但是，其实是一个特别差的房产，OK，我也见过它的房价会上涨啊。只要是这个地方的整个地区，它是在一个上涨的周期里面。所以呢，当我们有什么样的预算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做什么样的预算，该去做的事情。那完美主义呢，很多时候就只会成为我们做一个事情的绊脚石。 那这个跟找对象一样的啊，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屌丝，穷屌丝，对吧？又没钱，长得又丑，身材又不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还期待我的另外一半长得又漂亮，素质又高，然后学历又高，收入还特别棒，还对我温柔体贴，还得跟我生一堆小孩子。你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吗？对吧？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幻想啊。其实反过来对女性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找高富帅，对吧？然后又要会说话，又温柔又体贴，还要专一。同时回到家里以后呢，还是个暖男，还是个好父亲。 对吧？你把这些所有的条件加起来，凤毛麟角，凤毛麟角，不说没有啊，可能是凤毛麟角。就像我们择偶的时候呢，也会看到对方的一些优点，同时呢，也会知道这个人的一些其他的特点啊，不能说缺点，但是有一些其他的特点。那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没有所谓的完美的房子。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房子给我们是干嘛用的，同时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投资组合建立的足够的完美，足够的稳健。OK，那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房产互相的弥补对方的一个缺点，而不是通过一套房产去满足所有的条件。这 这种房子价格如果便宜的话呢，只会存在在几十年前。 然后第六类人就是在房地产里面不太容易赚到钱的呢，就是那些对价格咬得特别死的人啊。那这个呢，其实和刚才说的第五类人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类似的之处的。就是我也看到有些的小伙伴在买房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纠结最后的几千块，甚至有些这个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呢，可能纠结最后个位数的几万块钱。但是当我们买投资的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买到一个好的优质的资产。一个好的优质的资产有时候呢，它的价格不一定会是最便宜的，甚至有可能呢，它是整条街甚至整个区最贵的东西，也都是有可能。 虽然我们去投资的话呢，尽可能不要去买整个区最贵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是愿意为它去多付出一些溢价的。如果把价格咬得特别死的话呢，有时候你就反而买不到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次帮客户去那个西药买一个房产，那这个房子其实我们当时差点五十二万就拿下来了，但是当时因为买家呢没有特别快速的做决策啊，后来几个小时以后呢，卖家那边又收到另外一个 offer，那另外那个 offer 呢，他们收到了就是五十四万，所以我的买家呢差点也就放弃了这个房子。后来是经过我的鼓励呢，他们依然是出到了五十四万。 万一直接拿到了那个房子，那为什么我愿意多花两万块钱把那个房子买下来呢？是因为那个房子本身它的价值非常的棒，因为它旁边的地是可以直接分割出一个单独的。 一个土地出来的，那么单独分割的那块土地本身的价值呢，就是在二十五万左右。而那个房子不拆的话呢，它的价值可能还是有，当时来讲应该有四十五万左右。所以那个房子，即使我们多花了两万块钱去把它买下来，其实也是非常的值得的。而现在回看的话呢，我们仅仅过去了六个多月的时间，那这个房子呢，现在不做任何的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房子买的好，然后那个地区好，那个房子本身的租金呢，就租到了六百五十块钱每周，租金回报也非常的棒。而现在的这个估价呢，也至少是在六十万以上了。所以其实价格有时候千万不要咬得太死，主要是看这个。 房子好不好，以及这套房子我们最高的钱能够出到哪里？只要是在我们能够出的最高的钱之内，他下的这个价格我，我们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这个最高的上限是在哪里？这个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技术的，好吧？不是随便的设置，你一定要设置到，当你收到这个钱的时候呢，你就有更好的选择了，你就不需要看这套房子了，要设到那个标准才行。然后第七类人呢，就是在自己没有专业的这个知识背景的情况下呢，也不去咨询专业的人士啊，自己希望呢在里面去试错。如果说你有特别好的执行力哈，那一直不断的在里面买房，对吧？就像这个 Jenny 之前，对吧？他也是没有。 请专业人士，他自己做的，买了十六套房子，有成功有失败，但是总体来讲呢，也是成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过去的整个二十年里面呢，是赶上了澳洲的整个房地产大势的一个上涨。 同时呢，他基本上是每年都在买，所以他做的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定投，所以他做的很多的错误呢都被他的一些好的房产对冲过去了。但是如果你这边没有办法买到很多的房子，或者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和毅力去买这么多的房产，而且你还要准备自己去尝试，那么你犯错的成本可能更大。因为像 Jenny 他之前自己买了好几套房子，其实都是买错了，也没有赚什么钱，只是后面。 不断的自己在不断的去购买，持续的去购买，他才把这个钱能够慢慢的补回来。所以其实找到一个真正靠谱的专业人士给你去出谋划策，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帮你节省特别多的时间。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小伙伴来找我做付费的咨询，那么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 简简单单的一个小时左右，能够给他的一些方案或者答案，看似是很简单，但是这个可能是基于我过去所犯的错误，对吧？我看过的所有的房子，我见过所有的成功的案例，我看到过所有的失败的案例，包括我自己失败的案例，我自己的成功案例，这些所有的经验的总结，才在那个时候会给他一个小时的输出，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是最好的。 那看似好像答案也会非常的简单，但是这个其实综合了非常多的我过去的经历，我见过的很多的案例才会给到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么对于这个来找我咨询的小伙伴，也许哈就是在他的众多的这个选择方向里面呢，就有我的这个答案。但是他怎么能够筛选到这个最终的正确答案？这个呢，他要么就自己去试错，要么呢，他就有个非常好的运气啊，正好碰到了这个答案，他就是选择了这个，哎，不知道什么原因。 或者呢，他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找到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帮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咨询，这样的话呢，他才能知道说，OK，他这样做呢是最好的。那买房也是如此啊，就是。 很多时候呢，甚至我会告诉我的买家，你是应该怎么去买。但最后呢，他们会选择我来帮他去做，因为很多东西看似是很容易的，就是你可以说，哎，我就这样买，我这样做就可以买到好房子。还有很多的这种隐藏的知识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的。那这种东西呢，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两天的时间很快的去分享，或者是传授给另外一个人的。这个需要是在一个行业常年累积的去工作、去看，才能去有的一种感觉、一种房感。 就跟踢足球踢多的人会有球感，对吧？我们叫做房感，对吧？就是我们看房子看多了，我们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当你自己在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其实最好的呢，就是请专业的人士帮你去做这个事情。虽然是需要有一些费用的，OK，但是啊，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其实就是等于说借到了力，你用到了杠杆，你可以加速获得你的想要的结果。好了，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总结的哈，就是七类你不容易在房地产里面发财的这些人。也希望今天这个 Jenny 的故事呢，能够激励到小伙伴们啊，在房地产这条路上呢，我们大家一起能够发财。 也希望大家能跟这个 Jenny 一样哈，可以在房地产里面呢更快的买到很多的好的房产，而不用像他一样的去踩到一些坑里面去。如果说你现在希望通过专业人士的帮助，帮你通过买家代理的服务购买到更加优质的房产，帮你获得不公平的买房优势、啊，那么你可以通过下面的链接来找我们做咨询。同时，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澳洲买房的话呢，那么这一份买房的清单也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好的，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了。喜欢的小伙伴呢，记得你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错过澳洲房地产和财富投资的一些精彩的内容了。你们身边。 还有什么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吗？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一些故事。好的，我是罗帅，带你用买家视角看澳洲地产和财富投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